updated. Hello， 欢迎大家回到椅子的游戏空间，让我们继续玩 The Metal Gear Solid Phantom Pain。乾隆谍影，现在有两个主线任务要做。两个离蛮近的，我要先做哪一个 ？Close contact. Rescue two civilian. Engineer one male, one female. 要救两个村民。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先做四号，照顺序来吧。Heading to Central Africa. Heading to Central Africa. Deploying. 那我这个游戏可能一天会放个一两集吧，最多会放两集，因为我想赶快把这个游戏玩完，然后接下来就专心的玩接下来新出的游戏。辐射四那个还没买，辐射四应该是 open world， 就是自由的世界。可是这种游戏都会玩很久，所以我可能辐射四会玩个几集给大家看吧。那玩多少集就看大家的反应喽。如果反应好的话，我就多玩几集。可是因为那个游戏 open world 的游戏应该都是玩不完。所以我没有办法一直玩一直玩，可能有新的游戏出了，我就要必须得录新的游戏，那个游戏就会全部断掉。玩不完的游戏就是这样，不可能一直玩下去。因为我希望有更多新的游戏可以带给大家。我讲话有点鼻音，不好意思，因为我现在感冒鼻塞，大家就多多包涵啦。听听看。很有磁性声音的影子，因为比赛变得声音很有磁性。我现在那个伙伴都带 Quiet， Quiet 其实不错用，给他装备那个麻醉枪的时候啊，敌人有时候因为他开枪。敌人会发现他，然后敌人看着他就不会发现我。这边有人，罗贝南，发现你了，罗贝南，自己很帅。这边好像不是我任务地点，只是路过要路过的地方。没关系，既然路过就打一打吧，谁叫你要裸背？打不到。裸背男能力有点低哦，能力这么低还裸背。Analysis complete。能力都好烂，算走吧，不值得我在这边逗留。我能力好还可以抓个几只带走。Oh shit！ 有没有看到有人偷东西被发现了 ？Sorry。只好消灭证据。他在看哪里 ？Caution, analysis complete. Oh shit！ 毁灭证据的时候被发现，所以只好再毁灭下一个证据。被扑，先走了，反正这边不是我任务地点。拜拜。好像要绕很远的路，不会直接上去。这有进入超，可以超进入。到目的地了。What the fuck？ 反正就是救两个人质就对了，一个男一个女。哇，这个不错 ，A 加加。Analysis complete. Analysis complete. Analysis complete.
Analysis. The map has been updated. You need to help her. Marker placed. Analysis complete. 这个人怪怪的。 那能力值只有一个 S， 其他都好烂。啊，想办法混进去了。这个图案要选对，我上次选萝莉，然后就有一个士兵直接开枪开始打我。他可能是不喜欢萝莉的吧，<笑>他喜欢大姐姐。 不然就是 gay 楼，<笑>像这个就是喜欢萝莉了。举起你的双手，哦，这个不错，要带走。为什么这人质可以到处乱走？这是什么人质啊？这人质乱走了。 士兵，你们管好你的人质、啊，<笑>太奇怪了吧？Analysis complete。Analysis complete。先带走这个乱走的人质，哪有人质可以自己走？那还叫人质吗？The fuck？他自己倒下来了<笑> ，The fuck？ 太奇怪了，太搞笑了。他们全部聚一起耶，这样我要丢个催眠炸弹过去。 全部催眠！Oh shit！ 换子弹，等一下。Oh fuck！ 哈哈哈，该被射死了。那个催眠手的弹应该要躲起来再丢，太明显了。 这边，但是它很近。那人质会不会再乱跑出来？ 哇，这只人是没有乱跑嘞，没事，应该 OK 吧。催眠手榴弹先准备好，哎，帮我换，先绕到后面去，等下赏你们一个痛快。哦哦，不要看到我，哦 shit。 人质又乱走了，大哥，<笑>这个太奇怪了，这是游戏 bug 吗？为什么会乱走？到底要不要过来了？快点！哎，不会被射死吧 ？shit！ 在石头后面看到我，真的假的？哇，被发现！哇，带什么装备啊？哦、oh, ，shit！
Oh my god！ 他这种装备太下流了。Snake, talk to me. Snake, Snake. 叫快的过来，这样比较简单。我们一个解决好了，先让这个过来一点。这个没发现我，我在看另外一边。Oh no！ 远距离反而看到我。好，他很烦呢，到底要不要过来？不要看我旁边，好险！Hello， 各个击破好了，这个要带走。发现有入侵者了。你在下楼梯也看得见，变笑。送你的。他们以为手榴弹要爆炸，殊不知是催眠手榴弹。有人丢手榴弹，靠背，不要把人质炸死。I am helping her。靠 ，enemy sniper。干支重装的那一个，攻击，你还被他打死靠边。这种重装比较麻烦，直接用拳头 K 了。OK， 人质两个就完。现在就是看哪一只士兵要带走。这个强不强？还不错，两个一家家的带走。现在越来越挑了，两个 A 加加以上的才带走。白字的就可以去死。OS， 来，哦，你们记忆这个袋子。
这个任务应该差不多结束，有一个车子可以偷。哇！你爆头也还不死，生命力增强，不愧是欧巴，欧巴 day 就是不一样，生命力超强。 OK， 现在有直升机回去。 这应该结束了吧？很久玩了吧？我直接坐过去，开车过去还比较快。 死了一遍，哦，死哦！虽然死了一遍，他好像这个游戏应该就是要死过之后，你分数就会比较高。像刚刚上一个任务没有死，然后就 B 级。 这个任务有死过之后就是 A 级， S 级。We placed the two targets in quarantine. They don't show signs of anything, but we'll monitor them just the same. If they had access to the Devil's House, I doubt they were sent there by some health organization. Cipher used them and would have eliminated them eventually, but we'll protect them here. They've agreed to that. After all, we helped them out of the country as promised. The mission's complete. But boss, they've been behind the curtains at Ngumba. They examined the patients there nearly every day. They told us the patients were being monitored. 这两个医生之前在那边观察一些病人。The target added something interesting. He said he doesn't know what was on the tapes because there was no English version. Of all the voices. 这两个医生说也不知道那些耳机塞到他们喉咙里的耳机是在播放什么，因为没有英文的版本，所以他们也听不懂。 Staying on the battlefield that long will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your health. Why not head back to Mother Base for a shower once in a while? 然后待在外面太久的话，你的血上限会降低。为什么不回来 Mother Base 主基地来洗澡一下？是我太久没洗澡啊。没有，有剧情。 The boss is back. Let's go refuel and load up on artillery. We're good to go, Chief. Fuck. What's the matter? Yamete. 在台词什么？哦 ，Quiet，Quiet 跟我很好啊。他要杀你，一定是你有错，对不对？ 一定是你该死！Holy shit！ 这女人不可以惹。为什么快刀要打他？要追他？ 要杀他嘞！哎呦！
后移。哦，好痛哦，感觉就好恐怖。哦哦，他的门牙碎了。哦 ，Stop this now！他也不是跟我很好了吗 ？What the fuck, you freak? Give me a hand. Hold her still.Payback for how they treated her doesn't explain the others. She had every chance to kill them. Tight security on her cell. This happens a second time.There won't be a third. He said, 难道 quiet 是难道静是坏的吗？但主角说，如果他静要杀他们，早就不知道杀多少遍了。他说，增强静的牢房管制。如果再发生第二次，就不会有第三次。But I want to run a genetic test all the same. Don't worry, I'll have it done without him noticing. It might take some time, but I'll tell you as soon as we have the results. No, 我们不能跟他讲话吧？不过他也不会回了。哦，哎，跟以前动作好像是一样，好吧，应该没什么事，让我走。知道现在很多人在那喊，不要走，我要看。跟之前一样，没什么好看的。OK， 好，这个视频先录到这边，谢谢各位的收看喽，下集再见，拜拜。我忘记开视频，每次忘记开视频，好，大家再见喽，拜拜。